如果话相识系缘分，咁分手系咪都系注定嘅呢？我一直都想拍一个爱情故事，一个简简单单嘅爱情故仔。就譬如话，点解呢个女嘅唔系同嗰个男人，而系同呢个男人一齐呢？但可能几年之后，佢嫁嘅又系另外一个人。对于爱情，似乎永远都找不到一个很清楚的点。人与人之间，一切好似自然又简单，其实是不是真的这样呢？你说相爱的两个人如果想错过，怎么就那么容易呢？所以啊，要是遇见自己喜欢的人了，一定要很使劲很使劲。你觉得男人是喜欢成熟的还是清楚的？年轻的时候喜欢成熟的，但老了肯定喜欢清纯的呀。在琢磨他呀，但我觉得周乐这个人吧，不一般。他怎么不一般？你想啊，这要是换了别人，一个女的长得还挺好看的，这稍微对他好点，他早就化了。哪像周乐，他总是正儿八经的，小人摸不透。哎，对了，他有没有对你那个过呀？哪个？就是比较亲密的那种。我说不清，就是只有那么一点感觉。哎呀，有一点感觉就够了。你想，周乐那个人，他都学习学傻了，他肯定不知道该怎么样更进一步。这个时候，就需要你推他一把了。我怎么推他一把？哎呀，你傻不傻呀？我跟你说，第一就是眼神。李副队。南亚的采访，我会向省厅的领导提出申请。关于案件的发展，也请您这边能够跟我们密切沟通。南亚很特殊，他的案子有社会警示作用，我们打算把它当做一个重大的选题来做的。现在是还没结案，采访呢不利于侦破工作。我们这个栏目做的是深度报道，更复杂的案子我们都跟过，请你相信我们的专业。好，再见。林副队，我了解到您是清水镇第一个考上重点大学的学生。关于这个信息，我是否可以放在报道里呢？
不方便。林副队，林副队，林副队。案子还在查呢，没什么进展。不就是受不了长期家暴，失手把老公给杀了吗？这个案子很复杂吗？那你觉得这女的也没有罪？那肯定是有罪吧，毕竟死了人了。但是情有可原，是不是可以少判几年？但有人看到她是正当防卫啊。哎呀，你就别轴了。如果能够在清水镇破获两起大案，回来以后就稳了。我下周去看你啊。论文顺利通过了，我应该能歇几天了。喂，你在听吗？啊，听着呢。爆了！现在全世界都知道我洛看到了。看到怎么了？李副队不是说了吗？他那叫目击证人。我还不知道叫目击证人。徐家一口恶气出不去，兰雅在里面他们够不到。你儿子要不要每天上学呀？怕什么呀？他们几个孩子天天在一起待着了，啊，他们敢把他怎么样？哼，还是让洛去我哥那躲两天吧。躲什么躲啊？偷偷摸摸的，搞得好像我们心里有鬼似的。所以说你这个人呢，你就是走。哎呀，爹，哎，哎，回来了。啊。洛啊，以后婉婉的事情你还是少管啊，专心把你的学习搞好了，好吧？我想要跟哥哥一起玩。哥哥要考大学呀，很重要的事情啊！哎，姨带你去吃杂菜锅，好不好？好呀！你看，高兴了，走。啊，你们这是看什么呢？没什么，我没事，你不用担心我。谁呀？爸，出来一下。叫你呢。徐姨不可能杀南雅。你又知道？你这个坎是过不去了。我就是知道，因为那天他回家之前一直跟我在一起。说过他要跟南雅离婚的，
孙凌啊，这样的玩笑不好开头。大乔案的事都是徐坚弄的，他非求着徐毅要承包一部分，结果他自己贪心不足，弄垮了大乔。这件事情要是追究下来，徐毅的责任也很小，他凭什么为这件事杀人呢？ 我知道你恨我，我都恨我自己了。